重庆串串香。清汤、海鲜汤四种底汤为特色，同时加入了20余种中草药，并配以高纯度、高品质调味底料。涮烫出来的菜品不仅口感好，而且底汤鲜美，还可以起到补充钙质、开胃顺气的功效。重庆串串香以其麻辣鲜香的味道和多样化的产品吸引了大量的食客，成为了重庆的一大美食名片。来重庆不撸两顿串串都是很遗憾的。特别推荐李记串串香、千友牛肉串串香、饿狼串书。